头先，头先，咱大家拢有听到，咱台湾第一个英雄就对啦。啊，咱做足侪台戏，会使讲，咱感觉讲正光荣。伫这个九十年来，对1920年到即摆已经2010年咧，足足九十年来，伊甲恁讲。讲过去努力，唔是无成绩，啊，像过去努力，唔是无路用。但是即摆要进入啥物，进入咱个法律建国这个阶段。咱各位，大家唔知有感觉讲真光荣无？有啊无？感觉讲真兴奋无？很兴奋吼！感觉讲咱已经行到正确个路。有无？有。这个顶一遍，咱开会的时阵啊，咱的副主席蔡炳怀先生对 LA 洛杉矶转来的时阵，伊咧讲，我感觉足赞成的，我中乎伊三点。伊讲吼，咱看来看去，唯一伫种种的台湾这个建国运动内底。看来看去，咱的论述是上正确的。看来看去，咱去告美国政府，这个勇敢的动作，这个方向也是上正确的。所以咱即摆需要的是啥？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就是头先咱郑老师甲咱鼓励讲，咱来去做一个好的组织，好的社会运动。带动咱台湾所有本土台湾人士来全面的觉醒，和大家一起来形成一股足大的力量，和国际上一个压力，然后和中华民国、民进党、甲共产、甲这国民党，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甲觉醒，知影讲中华民国是无效的，最后因偏要无了爱离开。哦，咱希望会当做到这点。那安尼时阵，咱今日坐到这个所在，两工足足，搁一暗足足，咱拢有迄个期待，是不是安尼？是。所以啊，我感觉讲，咱大家倒去，一定爱把咱这个福音啊、福音啊，甲传播出去。然后将来伫咱的组织上，咱有法律结构会各所在，拢爱轮咱的会。酒有酒的花，这个滚有滚的花，市有市的花，所以咱无嫌人才多，咱还要继续训练哦，办一挂的演习会，落去训练咱的干部。每一个人拢是重要的干部，有的人伫政府部门做行过，有的人伫这个社会运动内底做行过，就是安尼用两只脚同齐向前行的时阵。咱这个目标才会较紧来完成来达成。大家唔通去看小小啊，你所讲的话，还是小小啊，你所做的代志。咱拢常看来讲，咱陈清荣局长，甲咱做迄个报告，甲迄个表，迄个表格，分析讲，民进党，还是讲立赢的，即个独派、独明的，独立运动者，甲咱法律结构会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共款无？有共款的所在，但是无共款的所在足侪。甲分析起来，咱这个才是有效的，因迄个做的毋是完全无，但是爱足久的时间，啊，然后会造成内部的这个内乱，吼、哦。啊是安怎？咱用啥物来甲陈州长来印出来？吼、哦，我过去我的当前，我定来写财经的评论，甚至写政治的评论。啊，陈先生、陈州长，伊就是伫四五年前、5、6年前，就捌甲我写一个伊的意见，啊，然后伊的迄、那个，然后 email address 地址啊，就放伫我的电脑内底，我嘛唔知呢。啊，就是去年的时，咱的五都选举，12月27日，投票是迄天，我的公务司就是咱的教务长领导。啊，你甲伊讲话讲问题，咱台湾海外嘛，蔡炳芳先生对纽约转来，伫迄个所在住咧，
然后利用伊这些所在电脑设备来录音甲录影。你甲问讲，哎，在线你敢有方便接受我诶一个访问？讲应该下晡无啥代志，所以你若要访问会使，啊，所以马上就访问，问一点钟久，半点钟拢总九十分钟的时间。伊问的问题嘛足尖锐，啊，我回答嘛足坚定。最后伊讲，啊，恁敢讲安尼即个努力，安尼努力，安尼拍拼，安尼都够啊个？我唔是安尼尔，我讲吼，阮已经抱决心吼，必死的决心，唔惊国民党来台湾安怎？愿意用哦，阮即几个人有正十个人，核心的人物，核心的这个干部，有迄决心讲，要用鲜血，要用鲜血啦，要为台湾建国行出一条新的路。所以在这里迄天的时候，随时台湾海外网就破碎了。啊，我看过有一天，咱陈局长就看到，看到伊阁甲我写一张，伊的感想。啊，迄个感想来，我就甲回答，我一看拍伊的 email 出来，是我电脑内底有伊的地址啊。我想话过去，我有介有介这个通过批，唔捌讲话，但是用这个电脑内底有迄个 email 通信过安尼。啊好，以后阮就怎啊见面，吼、哦、啊开始安尼，大家讨论这问题。果然讲起来，伊对咱这就始终真了解，所以伊就讲，伊看了我迄个台湾海外网迄、那个哦访问的这个镜头的影音，伊就讲讲要来甲咱斗三工。伊嘛足客气，因为我首先来做你的助理，吼、哦、啊我甲秘书长讲，这个真优秀哦，应该是真优秀哦，来甲伊吼。来甲伊这个安尼一段时间吼，有较甲大家较了解，去做伙的时阵吼，会当强强安尼，啊，所以咱就请来做。大家讲讲，伊做了有好无？好，也好，吼，做干什么？干什么？今天请大家，听了给大家看一下吼，伊在咧做足侪春节的吼。啊，阮有代志一定会吼，透过这个 email 讨论，或者是这个电话讨论，吼，啊，毕业之后见面讲安尼吼，因为各忙各的安吼。所以总共就，我相信咱内底人才之多，啊，闽南嘛真需要其他较侪的人才入来做只组织工会、社会运动。因为咱即摆渐渐互大家了解的时阵，咱人一个较侪的时，啊，然后足侪人当做代志的时，咱就会当腾出另外一挂时间，去300外乡镇市，各所在基层去做一个有关的。这方面就是个演讲，319对无？啊，迄、那个我是安尼有这个感想呢。顶个月月初的时阵，三月初的时阵啊，郭宽敏先生到王美秀小姐，走去阮家后面一个叫做土山庙的，迄、那个所在从来都毋捌正面就去到迄个所在演讲，因这个叫做抢救台湾联盟吼。抢救台湾联盟啊！办一个活动，7点开始讲到9点半，迄天佫落雨，哇、哦！落足粗的雨呢，啊，对，阮兜行过3分钟就到，啊，所以之前我就知影迄天伊要来，啊，我就准备要去甲伊挨杀一下吼。啊，伊看到我讲，唔知你倒来叫我，请你事先安排你来讲者，讲我唔通去讲，因为我要讲啥，等阮专家大家拢知影。我去甲恁做一个介绍，所以我必须甲大家、甲阮杨亲做一个介绍，才主讲者的背景才啥，做一个介绍，啊，简单做一个介绍。啊，我感觉讲因迄个动作啊，毋是无路用的。我事后问讲，迄砖卡做田的、做工的，问讲啊，你听了讲安怎？伊就讲我袂歹哦，因为平常哦，无人来讲这个物件。袂歹啊！我都要毋捌徛起讲咱的论述咯。安怎讲呢？我感觉我伫迄阵啊，足保守，拢哪会安天啊？吼、哦，农会控制足严，伊拢农村嘛，阮咧典型的农村社会吼、哦，所以我也真保守哦，拢是安尼照着讲少数的人，较开明的人，我才有去甲伊讲遮物件。我也无讲公开去讲遮物件，但是我感觉咱有一天需要大量的有计划吼。哦落去基层落去，来传说咱遮论述，互基层的
人民来做了解。因为啥物呢？咱知影讲最近以来的演变吼，有足济咱庄脚人吼，对整个局势拢无了解，扑朔迷离中间啊，对台湾的未来抱真悲观的态度。真侪人甲我讲，伊困袂食袂困，困袂去。哦，二月底时，我伫万宁，甲一挂人啊，咱的林金泉先生，伊召集四十个人要起来台北参加一个活动的时阵，因为我人住伫庄脚。我知影讲，因有游览车要去台北，所以我就搭一辆便车起来。啊，半途的时，叫人唱歌，话讲啊，我到最边拢未食未困，无精神，人唱歌，啊，是安未食未困，因为反正台湾无去啊。我等老阿公今日顺便怎安尼？啊，主持者又叫我讲，哦，你坐到什么？坐到是伫车底，是伫车坐到是，甲咱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明哦，搁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对从最近以来咱台湾的诶局面局势是安那有这个危机是安怎？啊，有可能解决这个危机无？啊，我来甲做写一点钟的报告了。大家听讲，哦，从来拢冇听过呢。你这看你论述这个，你讲台湾的地位甲美国甲日本，才关心台湾这代志，拢冇听过呢。啊，听你安尼讲吼，说实话，甲我讲会放心吗？啊，所以咱这边至少有一台车是遐人，因为从遐人要过来，要过来甲咱参加四月二日活动。所以咱一定要不断的去讲，吼、哦，会知也是迄个意思，咱也是知咱遐工作的文章嘛，啊，甲咱陈就亮做迄个比较表对无？哦，独立运动，甲咱法律建构这个运动有啥无共款？这个差别，这个资料大家若有机会摕转，应该是丢的。爱心去甲人用这款物件去甲人做一个交换，意见交换，然后先回看看，啊，意见袂合我紧，先看看再搁讲。啊，等回半一个月，啊，一礼拜、两礼拜以后，然后拄着再搁解谈这问题，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迄个观念做一个改变。为人，他怕是恐惧你，哦，啊，所以吼，真定观念要改变无遐简单，所以咱一定要有耐心，有耐心来甲伊做开化。所以总而言之，咱今仔日会当对过去的懵懵懂懂啊，咱讲懵懵懂懂啊，啊，即下已经开化。咱足感谢林秘书长、甲何时文、何顾问，甲咱做一个诶开路诶先锋，已经为咱台湾行出一条路啦。咱即下就爱开始啥？手连手，心连心，大家牵做伙，坚持落去，继续坚持落去。我伫迄个访问稿内底，我伫迄个台湾海外迄内底讲就是加工教养。就是爱拍命落去，我希望大家甲徛做伙来甲林秘书、林秘书长哦，甲咱省主席啦吼，来伫伊个领导之下，大家认真来拍命，继续来努力。多谢各位，谢谢。今日，今日，咱稍等一下吼。即、这个我拄好分这张单吼，这张单是若要买咱遮的册吼，啊，咱再他用这个单做画布吼，就写甲真侪，啊，所以讲啊。各位先生吼，咱等下吼，小时一定要交转来，啊，第一楼门口遐有一个细塑胶桶啊，你小时甲等下遐就好啊吼，拜托者。啊，从椅啊，拢总扬起桌顶，阮等下要清扫，较好清扫啦，吼、哦，拜托者。啊，对啊，楼口有借车吼，恁对孙吼，对翕相做纪念一下吼。啊，过来吼，恁若房间有用铝箔垫的吼，拜托恁家凹凹完好，折回去放咧布袋啊内面，像恁啊拢撇开，恁就拢甲凹倒转去安尼吼。啊，无阮等下要搁去凹，阮会足累的，拜托一下吼。啊，我再搁分予大家迄个话不账号吼，就是政治到阿哥的话不账号，恁老爸买册也是买国旗，会去邮局回单吼，啊，家己买安尼啦吼，谢谢。